can be on the race with me.我会放弃个梦想的。我看你那个手势这样啊，像炒菜多一点咯。结果为了揾两餐，后来借钱开workshop。后生仔，我知你有梦想，但系车唔可以乱咁改。 赛车不是这样赛的，连基本功夫都没有。